妈妈这个角色你演得很好，女人的母爱是与生俱来的，只是之前一直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。曼姐姐，哎，你好，彤彤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睁开眼睛。 哇！曼迪姐姐，这是哪儿呀？这么走下，不行。来，把那箱子搬过来。彤彤，这里是拍摄现场，那些外国的电影啊、古装电视剧啊，都在这里拍出来的。道具，你干嘛呢？我们去那边看看好吗？好，走了。这小孩还真有一套。这是什么呀？ 这个啊，叫大升降，这个机器呢，可以把摄影叔叔升到天上去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天空上面拍到四周的景色了。好厉害呀！还有更厉害的呢，姐姐带你去看好不好？好。还动是不是？慢迪姐姐，他们会飞呀！不知道了吧？ 这个叫威亚，你看他们后面都有根高丝。行，来，哈利波特是不是也是这样飞的？彤彤真聪明，彤彤，你想不想试一下呢？想，但是我害怕。来吧，彤彤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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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飞了！ 看看彤彤大侠威武不？下班后和你们会合，玩得开心点。来，彤彤，你看这里漂不漂亮？大不大？漂亮。 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水池。我给你讲讲啊。好多吃的啊！当然啦，你看这好玩吧？这都是曼迪姐姐专门给彤彤准备的。假的。哦，这块儿挺漂亮的，是吧？哎，蛋糕来喽！看不出来，这柱子就不在这儿。姐姐听说这几天彤彤特别听爸爸的话，每天都有乖乖的去幼儿园，还得到了好多的小红花，对吗？对。 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表扬彤彤小朋友最近以来优良的表现，我送给你一个礼物，好吗？好。这个可是姐姐专门为你准备的。哇，哈利波特！我知道彤彤最喜欢哈利波特了，所以啊，这个可是有罗琳阿姨亲笔签名的原版书籍。我们以后要做一个像哈利波特一样坚强勇敢的男子汉，好吗？好。 爸爸，你看，这些都是你特意安排的吧？这本书是我在英国拍戏的时候剧组的人送给我的。不过这个棚嘛，的确费了一番心思，是我让工作人员特别准备的。还好彤彤喜欢。你呢？喜欢吗？ 彤彤睡觉了，曼迪姐姐，嗯，彤彤真乖，彤彤早点睡，曼迪姐姐晚安，彤彤晚安。 彤彤晚安，爸爸晚安。
彤彤今天玩了一整天都不觉得累，看来她真的蛮喜欢你的。只要她开心就好。这里是我平时拍戏影视基地的宾馆，虽然简单了一点，可还是蛮温馨的。简单一点没有关系，最重要的是在心里有让你牵肠挂肚的那个人。你是在说我吗？没想到你现在戏路越来越广，妈妈这个角色你演得很好。女人的母爱是与生俱来的，只是之前一直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。现在呢？现在以后我就多给你这样的机会，让你演个好妈妈。反正那本《哈利波特》是英文的，彤彤也看不懂。你有空就过来给他念，等念完这本书，估计你就成影后了。你真的会给我这个机会吗？